是林天峰，我是邱淑莹的哥哥。等一下。哎，这不是八百年前的封建时代，也不是什么富家小姐花园正经，那更不是皇家公主不该爱上老百姓之类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现在是21世纪了，是个人人讲究自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正确。不过我还想知道一件事，你为什么没去赴约？我妹妹说你有个好朋友突然得了疾病，你不得不过去看。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的？这么说，这只是他自己编的一个谎话。不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。你先听我说，你知不知道邱素云怀孕啊？所以我们必须好好谈一谈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两个人的观点绝对不会错。走了，我们换个地方谈谈。来，老板娘，给我来两瓶绍兴，加切盘猪头肉，来再加三碗担担面啊。少点少点，喝酒喝酒，少一点呐。来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我知道你现在要专心念书。我不能收你钱。我不相信你没参与这件事情。对付一个像林天峰这样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太容易了，我不希望你再跟我撒谎。你也不必解释什么，我只有坚持一点，不要再逼你妹妹。等她把孩子生下来，就算照你的意思以后她嫁给周建邦，你也得让她先活下去，你懂吗？我懂。你什么时候回台北上班的？等我台北请来的特别护士一到，我就走。特别护士？我怕素云会出什么意外。你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呢？好了，开完了，你回房睡觉。发生了什么情况？我真是烦死了，恨不得早点死了算了。不要太悲观，像你这种情况的病例非常的多，严重的心理压力造成了胃病、胃溃疡，之后老一位他是慢性的病而不太注意的，最后发展成无法救药的恶性肿瘤，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胃炎。为什么发现的这么晚呢？胃炎的可怕就在这儿，它并不难治，而只是初期的症状不够太明显，等到你知道了之后已经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
来不及了，谢谢你来看我。把心情放开一点，当初我把真相告诉你，就是希望你提早退休，过点自己想过的日子。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为什么还要逼着自己背负的呢？那些不用你来背负的包袱呢？尽量去享受你自己的最后一点时光。邱家的事业并不缺你一个人，你退出了之后还有其他的弟兄替你承担，更何况当初并不是你自愿要从商的，是不是？可是怎么样也没想到，我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我不愿意看见。详细的情形是找个时间再好好说。张都督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爸，您身体不舒服啊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顺便来看看你父亲，一来嘛，瞻仰瞻仰你们家这栋古屋。这破房子一栋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对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从台北请来的田小姐，是做特别护士的。这位是有名的肠胃科张大夫。你好。你好，是你请来照顾你父亲的病。我送你出去吧。啊，不要不要，你要好好休息，心情放松一点，有这位小姐来照顾你，我也比较放心了。好，我走了。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再见，谢谢你。那我送张伯伯。好了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再见再见。好，慢点见啊。好。爸，您先别走，坐一下。我已经让阿庆伯叫妹妹出来。少爷，小姐来了。来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田小姐，这位是我父亲，这是我们老管家阿庆伯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我妹妹，她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就是她那个怀了别人私生子的妹妹。不过我实在很丢脸，我哥哥对我还这么宽大，还特别替我请了特别护士来帮我接生。我想大概到不了我生产的时候你就可以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自杀。你苏云，这是干什么？我只是把他的工作先告诉他而已。苏云呢？田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妹妹她。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想你们应该给我请个比较有能力的人才好。对不起，我先告辞。哎，田小姐，田小姐。苏云，告诉爸爸，是不是他遗弃你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胡姐啊，里面那个秋江哦，要找一个佣人呢，你要不要去啊？找佣人？嗯，干什么？听说啊，那个大小姐病了，所以要找一个佣人啊，专门看护她的。什么？她女儿病了？嗯。什么病啊？哎，好像哦，这个有毛病哦。啊？神经病啊？嗯。神经病？哎，拜托好不好？你们不要乱讲话。谁乱讲啊？是他自己哥哥讲的啦。他哥哥？我看他哥哥才像有神经病呢。说的也是啊，他们邱家好像一搬回来事情就很多，一下子妹妹跑了，哥哥去追，一下子嘛又说妹妹有病，哎，是神经病呢。哎，我才不相信呢，我现在就去找人打听看看。喂喂喂喂喂，人家生病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？哎我，哎，你给我进去上楼，把我那床单被子给我拿出去晒晒啊，快去啊！玉琴啊，你也真是厉害，自己喝酒打牌什么都来，可是啊，你把人家秋香管得那么严了、哎、实在太不公平了。就是嘛，哎，人家说你，你没有听到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，自己不正还管人家歪。哎，谁说我不正啊？你们谁敢讲我不正？哎呀，开玩笑的嘛，我是比方说啦，谁敢说你不正啊？哦，谁敢啊？就是嘛，嗯、人家玉琴呐、啊，嗯，只是喜欢交交男朋友而已。对啦，胡说八道，交那个嬷嬷啦。好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回去，不要你们检查呀、哎，我白交你们这些朋友了啦，哈，去，这样我们没笑吗？那你三千一叫我没有，我会不来哦。啊，你以为三千一我会死啊？我不会死啊，要就剪，要就滚呐、啊！你不会死，你这只手会痒嘞，不会死。好了，剪了，家不要啰嗦了。千万帮我多盯着他，吃饭的时候或打电话的时候都要看着，省得他发生什么意外、自杀之类的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钥匙交给你。爸，我出去一下。那我送你好了。不要了，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台北办正事要紧。千万记住我刚刚说的话。到哪儿去啊？我上去看看住在这屋子里的人。啊，那屋子老早就空了，很久都没人住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上去看看可以吧？好吧，谢谢。你是这家的朋友啊？
朋友？是啊，要不你干嘛还要来找他们呢？这个，听说啊，这家人很惨的、啊，女儿被一个大少爷骗了，爸爸呢，因为喝醉了酒，跌进山沟里去了。你认识他们呢？不认识。你在这儿住很久了，算太久，但也不能算太短。那么你听说过有一个叫玉琴的女孩子的吗？女孩子啊？不知道。不过叫玉琴的女孩子的恐怕有很多啊。真的还住在这个镇上？不可能吧！当初父亲再三的交代，不准他再看我一眼。他们抢走了孩子，他们把他赶走，他们会是他吗？难道老天有眼，让我在死前还能再跟他见面？
来，阿香，哎，阿香，奇怪呀。好了，洗牌了，不要啰嗦了。那你怎么打嘛？大爷，看看女儿会死啊！洗牌了。哎呦，快点！哎，你，哎，哎，哎，我们先把扶躺下。啊！救命！小姐，我知道，你心脏太重，我是被烫的。你死定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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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死定了